會展中心轉車去到江下站，在 B 出口，會展中心都可以行過去，因為去江下站又要轉車。嚟到江下站，去到 L5 五樓上面有一間叫隱廚，呢間嘢裝修非常之好，佢係湘菜。我好少食湘菜，但係呢間湘菜令我有驚喜。我覺得佢啲材料非常新鮮，非常之值得再嚟。我下次亦都會考慮再嚟試下佢第二啲菜。首先，我叫咗一鍋呢個叫做大碗紫蘇黃瓜爆白鱔，非常之送得飯，同埋佢每個材料都非常之新鮮，雖然有啲辣。哇！佢啲黃瓜好好食，山楂汁係鮮榨嘅，只係9蚊一杯。呢個濃湯腐竹燒小白，好好食。呢個餃子我從未食過，啲餃子啲淡係咁鮮嘅，我唔知點樣形容。都係38蚊，佢裡面蝦三鮮做得好好，同埋呢個鴨血王，中意食豬紅、鴨紅嗰啲，呢個真係值得一試。嗌咗個龍井茶奶凍22蚊，嗌咗個湖南牛肉米線38蚊，佢個米線比普通米線好食，絕對係比香港嗰啲連鎖店好食。我想講嘅連鎖店就係淡仔嗰啲，真係行埋一邊。